阿个天使台制作全新的天使天样，从各位本堂，特别正式开始翕的。快目前幕后的演员陈文斌来做导演，还请来一段有名的演员夏清婷，同时本第24届台北天样节提名的作品，请下来做戏，而优秀表演出有关假的险呢，安尼的故事。当你待会身体要趋前哦，因为妙光讲话是。紧张的荧幕，紧调整演员的动作。导演陈文斌当认真讲，安样来表演，也当当地的翕下个天使台，二零二三年天使天样，冲各位本堂。那这个故事主要是在讲一个家庭的情感的转变，虽然爱的形状不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爱会一直都在。透过唱歌给你听，让我们来了解更多原乡的这些家庭。他们远离故乡，来到都市打拼的这个心情的过程。经常讲好无卡的故事，关心到都市打拼，也得有纯爱中的字体。创改本堂是明年开始翕，导演陈文斌特拜同下个天使合作，关心的议题就跨越的族群的范围。在整个台湾经济改变的这个状态里面，那我想。人们所遭遇到的问题不会因为族群的不同而有所限制。那虽然说是客家的处境，但我相信会有很多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扶老族群，大家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。前来这里当有实力的演员夏清婷，同时本金钟奖台北天样节提名的作品也得来做戏，创改文坛安顺委托今年下半年同观众来见面。下新闻，请用政府粉丝综合报道。